烟熏工作煮好了哈，香得很，马上切来上牙。这个种工作哈，就是我们家卖的400克装的那种，这个是一说猪脑壳上面的最精华的部分，我觉得最好吃的部分哈。猪脸包最大的优点就在于肥的瘦的哈，吃起又 Q 弹又香。不管你是喜欢肥的朋友还是喜欢瘦的朋友，那么又说只要你接触了猪公馆以后，那你都这辈子就离不开它了，那你随时就想跟那个亲密的吻哈。来整一片这个长的，来这个就是鼻子尖尖的部分哈。这个公馆拿回家以后，直接把包装切开放到锅里面啊，加水，加个3到5斤水，水开以后煮它30到40分钟，然后才焖个5分钟，捞出来就是一模一样的一个公馆了哈。有一朋友喜欢拿去蒸公馆，因为我们家的公馆很干，你蒸出来的话，第一个有可能很硬，第二个呢就有可能寒，所以我建议还是煮来吃最安逸。而且现在活动期间，这个公馆原来是70块一个，400克。那么现在打的是6.9折，算下来的话就48块多。如果你再配上这个蒸笼，哈，配蒸笼，加起就是110多块钱。我们还送你一包火锅底料，110多块钱，也说你就拥有了猪公馆火锅底料，还有一个可以用几十年蒸笼哈，蒸的就是80的。